近年来诈骗案件一再传出，造成不少民众财产上的损失。为了加强对诈骗防范，民雄警分局反诈工作全年无休困不间断，近日结合民间力量，各行各业甲机关团体加大打诈民雄队，来担任神队友。在民间的力量的合作之下，进行了阿昭署长一系列的防诈骗宣导活动。民雄警分局针对警政署警察阿昭署长轰炸的宣导影片，对着五种常常看见的诈骗手法，分别伫民雄车站、民雄市场、民雄乡农会、新港洪天宫、新港乡公所、大拿主治病院、五峰科技大学、新港乡外卖活动中心等地点来强力布防。和协来的亲朋好友会使更加深入了解各式诈骗手法，提高警觉，避免受骗。民雄分局表示，防诈骗宣导活动是一个长期并且持续的过程，民众应该常常保持警觉，莫贪图便宜而恐受骗。民众若是接到不明来电，请一定要卡110来报警，或是来165反诈骗来咨询专线。由警方协助进一步查询，才会使有效反制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，守护财产。最新新闻，郑义贤、民雄乡采访报道。